的艺术家东东侯温表演传统口簧琴，由他带领的耳路创作艺术工寮团队今年五月获邀参加美国亚裔节演出，17号在卡达格兰文化馆举办分享会，分享这一趟文化交流之旅，蛮新鲜的，然后就是学到还蛮多经验，就是很多不同的文化或者是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耳路是泰鲁格主语道路的意思，而使用耳路的意义希望可以如同孩童纯净真诚的心去寻找古老的道路，也让更多人知道耳路创作艺术工寮团队这几年做了哪些事情。介绍台湾原住民的文化之外呢，公益的工坊来跟他们做交流，把我们的经验跟故事也可以在台北让大家知道耳路这两年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耳路创作艺术工寮团队下周末23号一连两天将在凯达格兰文化馆演出前往美国亚裔节的表演内容，希望让大家看见耳路用歌声唱出的故事。记者 Shana Daku 台北市采访报道。